哎，你好，你家卖猪肉是吗？你家现在是15块钱一斤吗？啊，那现在有吗？还有个后圈儿。腰条没了。别的都没有了，排骨还有吗？都没有了。行，那个有留着呗，你留先留留。下去就买了，现在就下去。上车。一会儿没了都。哎呀！买个肉还得跑多老远？那便宜啊，15。那我感觉也行哈，反正去一趟6、7块钱，油钱。出发，带这个收割机那家。对，是这家吗？我去问问。你问问。他跟你说是他家呀？应该是。这不有肉吗？哎，这不还有这么多呢吗？就这一个了，他就卖完了，就剩这个。哦，就剩这些。这个都卖了。哪个这个呀？就剩这个了。哦。啊，你们是家呀？哈哈哈。认识。对。这是咱们前后院儿似的。啊，原先咱从盖里住的时候住全。啥呀？明天咋就22了？明天咋了？明天找钱了，这为啥卖15啊？这卖赔了吗？卖赔了。哎，他们还没抓完呢。就都留老母猪，他妈了，他要条件不养活了，就全杀了。就是老母猪肉啊。这个你看他卖啥呢？来点，找嘎点呗，挑个嘎的点。那就是少嘎点呗。要那些。要嘎五斤。你嘎五斤整啥来着？那嘎多些。你都拿得了呗。哎呦我的天！多少斤啊？现在又没有多，就几百块钱，我一块4、5块钱一斤。不是，人家说咱也买不着了。你再买买。多钱就值了。600，才613。613。嗯，才这么大块肉就600多块钱，要不他妈的点他们1000来块。对，你那22一斤差不多钱。才600多块钱还。都拿了回去，咱屯里咱囤的就。回去就卖了。整个一个后圈就卖了，真就卖了。我感觉一分吧就没了。你让吃，一分吧就没了。吃的。不是，就是说吃的不犯病，不是说不犯病，就是吃的口感怎么样？口感你吃吧，就比咱那个快手猪好吃多。咱买那个赶集上买的那种肉好吃多了，吃吧。这是笨养的吧？打山上溜达猪，溜达猪就在山顶放着呢，都散养的那种是吧？你这猪吃那还行，整呗。你拿塑料袋装吗？给它拆一拆。拆一拆，你这大我们怎么整？我们没有东西啊，没法那啥。分成小块吧。你们有塑料袋吗？有。不用。真厉害。用一点。太猛，一般人真整不了这玩意儿。那我去找他们。对对，一个大。你咱们这块有多少？咱。是，我家里人不会。污染了。那你打电话了啊？我说逗你玩儿。来一款，那咱都装里吧，都装一起就行。没啥事儿。哎呀妈呀！王姐，你要你那个抗毒贴。你可以。我那个，我那个可便宜，1.5就多了。对的。就碰上大家了。哎呦我操！怎么弄啊？咋的？拎不动啊。83斤。83块钱，钱给谁？钱给你啊！微信给你啊！行。哎呀，这煤球自己蹦上来了。害怕了。咋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撑不下。怕咱走吧？怕咱们走，把他落下。哦。那下来吧。这家伙。你看人小黑。干啥去了？上那边玩去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这干啥呢？还没丢，这是上车，快上车吧！上车，上车了，回家了。这一天，他得拉点苞米吗？不，早早上对匀到一半那种，这不好邮吗？这再来买点苞米，挺好的。你看，俺们整回来的早啊，苞米干，整回来的早那个啥。现在这个车都不用了，古董。再有20年成古董了，留着吧，那留着吧。那谁给我拍一下？咱俩起来就行。好，行，行，你把住放下来。
烫到哪儿熟。这往后这就一百多一点儿，一百多一点儿，105。嗯，哎呦，这个也这么沉。这一百，这一百，来吧。哎呦，我真沉了。车呼嘎呀！车都嘎呀！要100多斤呢。谁又呼嘎呀？给钱，给钱。等会儿296，是算完了，算完了。看到账那个296，对吧？好了吧？嗯，到了哈。嗯 ，OK， 收工就行。到家了，先把这肉给它搁冰箱里冻上。这接下来再把这个苞米给它拉回家，到时候喂鹅的呀，还有狍子都吃，放我家厂房里就行了。好，我是大雷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